吓死我了。相信师傅有指谁谁红的金手指吗？相信。相信。相信。岳云鹏肯定是。岳哥。云鹏师哥。你先等一下，我现在以我录节目的经验，这可能有问题。这我为什么采访的人不露面？是不是我师傅在旁边听着呢？并没有，我在旁边看着呢。师傅的金手指曾经指过谁？指过我。你听说过这金手指这事吗？我是听人跟我提过这个事儿。坊间传闻啊，说这只要我瞧出哪个徒弟有样差不多了，就会把他叫到书房去，哎，一番点拨之后，打这门一出去，他就成了。哎，岳云鹏是这样，张鹤伦是这样，孟鹤堂是这样，陡增20年功力，哎，是这意思啊，如同是拿金手指点了一下。